现在我们来设定 WS1TC 沙滤时间型控制器设定，请先设定当前时间。当前时间设定，请压住 Set 键5秒钟，调整小时。小时设定完成，调整分钟。分钟设定完成，按 Set。进入内键设定，请压住 Set 键及上键5秒钟。放开，再按住 Set 键及上键5秒钟。放开 ，P7 至 P9 为沙滤设定，请设定 P9， 确认按 Set 键。99为99天制，7为星期制，选择99，按 Set 确定。DP 灯亮起为延迟2分钟再生。消除为立即再生，设定延迟2分钟再生，按 Set。现在设定再生时间及再生天数，请按住 Set 键及上键5秒钟。画面出现再生时间，原厂出厂设定为凌晨2点，可依现场需求做调整，如早上8点再生，按 Set 键，调整分钟，完成按 Set 键。1为每天再生，2为2天再生一次，33天再生一次，确认后按 Set 键。 WS1TC沙滤时间型设定完成。